我们看这一题，这里他问你说哈，这个级数呢等于多少？好，我们怎么看这一题啊？这一题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两个级数哈，两个等差级数加起来，这个是一个等差级数，差多少？差二，负二，公差是负二，啊，另外一个级数是常数级数，公差是零啊，那所以两个级数加起来是一个等差数列嘛。公差呢就是负二，哦，因为这一项跟这一项差负二，啊，这个三跟三没有差，所以它公差呢是等于负二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我可以带什么公式呢？带这个上底加下底，哦，末项D 首项加末项，啊乘以高，高的话是项数，啊除以二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就等于哈。这一项加这一项，这一项多少呢？这一项是40，那这一项多少？这一项是32，哦，就首项40加末项32，啊乘以项数，1、2、3、4、5项，啊除以2，这样等于多少？约分，这是20嘛，啊知道？2、6、12，这36。36乘以5，5、6、31、3、5、3、4、180，所以答案是180。